官在那边已经定位到了，目前有疑似两名的罹难者，而现在要进行破坏。对。帅哥，哎，等一下，小心啊！不要在那边了，来。对。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小心啊！不要在那边了，来。那个同伴在那边，伙伴在那边已经定位到了，目前有疑似两名的罹难者，而现在要进行破坏。伙伴在那边已经定位到了，目前有疑似两名的罹难者，而现在要进行破坏。那地震有没有很可怕？地震不可怕。而另外在金鹰酒店这边受困的民众后来也是陆续的被送下山了，他们搭乘直升机下山，稍走的时候是再送下来了11人，包含了7个大人以及4个小孩。那么外观呢看起来呢都说还是很 OK 的，来听一下民众怎么说。我们先讲话，先讲医疗中心那边还有受困70几车，请赶快救我们。您是要去医院吗？还是身体有不舒服呢？没有，一点晕的。你现在是不怎么样？你现在是否？现在那边真的很惨，都要都没有办法联络。嗯，还有很多人就是困在天祥那边。啊，大哥，昨天在上面还有余震，是有一点蛮紧张的。我昨天还有5级以上的余震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金鹰酒店这边呢，他们目前是优先的先送小孩、家长，还有慢性病患的人下来呢，因为就是在上头，恐怕是身体没有办法可以负荷这么久的时间，而且药物也有可能会不太够用，所以会优先先把他们陆续的送下山。所以在收走的时候呢，也在主驱动这边受困的9个民众也是通通都已经受困了，收走也被送来了指挥所这一边。可以看到呢，他们来到指挥所之后呢，也是先进行这个简单的检伤，看他们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大碍。但是现在了解的状况是，其中一名男子他的脚部是有受伤的状况。不过在花莲这边呢，其实现在呢也是有一点点飘雨的状况存在，所以呢恐怕也会增添他们救援的困难。没有任何的恶心、呕吐、不适感。